那他最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一开始我是反对的。为什么反对？就觉得这个短视频有点不务正业了。弄那玩意儿干嘛？能吃饭吗？对呀，说的就是嘛。能拿下找工作吗？你是学生，你就好好学习就得了。对呀，你上学你说能干什么你？对呀，我跟咱妈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，跟头把式的，给你供到四川去了。上大学，你一天不好好上课，你搁宿舍弄这些玩意儿，天跟手机在一块儿，手机怎么能娶媳妇儿啊？对呀，这能找工作呀？啊？他真这么说的，当时是吧？我们视频的时候啊，他真这么说的，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啊。但是经过几个短视频的创作之后呢，你就毅然决然的加入，哎呀，还有点成就。现在陈叔叔在一定程度上人气儿啊，不输燕达。对呀、啊，自个儿开个小号吧。最开始是怎么想到把爸爸加入到这个作品当中的？哎呦，这个真是个偶然，啊、就是最开始我在学校拍的时候。放假回家了，可能有十多万粉丝那样。嗯，然后回家之后，我还跟在学校一样，就路痴。嗯，哎，对，就随便说点什么有的没的。然后我爸当时那个态度也是特别的反对的，他就在旁边随便说话，又唱又跳的，就是打扰我，捣乱。当时录的时候给我气完了，就是有一次我俩就都打起来了，真的，就他在旁边说话。但是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我们丹东话的打起来啊，不是动手。啊，我们丹东的孩子都很有礼貌，这个就是言语上发生了冲突。对啊，但是有一次确实动手了，然后摄像机一直在那录。啊，我再补充一句，说明什么呢？我不在老家的这些年啊，孩子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啊。然后我剪辑的时候嘛，我就想把中间那些全去掉，但是我反而发现就是之前那些都拍烂了。就也没有之前那么有意思了，反而就中间我俩那些即兴生活的东西好像挺有意思，结果我一发出来真就特别火。哎呦，结果就这样，我就专门拍就是捕捉现实的东西来录一个视频，然后去把有意思的地方剪出来，就靠这个涨了100多万粉丝。那个假期哦，好厉害。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啊，他是非常认真的，是有时候一个镜头啊得让我拍十几次，他非常较劲儿。这个视频在拍摄过程当中吧，嗯，拍一拍停了，他觉得哪不得劲儿了啊，停，就搁那坐着想啊。他搁那想，我怎么弄呢？我就进屋睡觉吧。有一次啊，我都睡到下半夜两点了，他又给我叫起来，接着拍。这是经常的，哎，就这么折磨人呢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您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做点小生意。小生意哈。哎，你呀，要是在乙方公司干。我估计甲方公司的毛病就都改过来了，对，拍的时间长就动手，对，睡到两点，甲方提要求，你起来你就急眼了，这我跟你说，啊，不是我是吧？来，小叶，咱们给所有的乙方辛苦的工作人员鼓个掌吧，都挺不容易的哈。这个爸爸其实挺会夸儿子的，表达孩子勤奋不直说，是吧？就是我在想，其实他如果是从开始不支持，到后来能够半夜起来配合，这个大逆转也是。很有意思，我在想，如果是我的儿子让我配合拍，我会不会拍？可能不一定做得到。但是我好奇的是，你给爸爸发工资吗？你大半夜两点叫人加班？这确实不发工资，但是这个事儿吧，就是其实老师确实我有很大的问题，我承认。嗯，对，因为这个每次也不是说他先动手，就是我每次在学校的时候，我都想得很好，就是这个我爸帮我其实很大的忙。这次再回家再拍，我一定要特别平和的语气，特别尊重他的把这个事儿完成。但是一到那份儿上，就一拍起来，我真控制不住，就抓耳挠腮的感觉，就想捶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受不了。所以这个也是我毕业之后可能没法在家继续拍的原因，这是真的。你可以会吵架，你回去往你家就放一个道具，打拳击那个，想挠墙就打两下，然后正好今儿再来再拍。你看，又健身又好。你现在这个名气也有一部分是儿子拍短视频来的，他有粉丝了，你有吗？我也有啊。你也有粉丝啊？我们就是一起，夏天咱们丹东的鸭绿江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江边鸭绿江，我们遛弯儿，啊，一家三口遛弯儿的时候，基本保持什么队形呢？就是他和妈妈在前面走，我和他们能保持个七八米的距离。对，人家嫌弃你？不是嫌弃我，我就想是在后面听一听粉丝都说什么。就是我们走这一溜道，全都是粉丝在后面，尤其小姑娘蛋的哈，哎，在后面跟着要求拍照。拍谁呀、啊？拍你、啊？拍他啊？对，也有和我拍的，也有跟他拍，有。哎，拍你的应该都是50、40、50的吧？对，小姑娘她妈，哎，也有年轻的啊。那我插一句，那个你妈对于40、50的大姐们想拍叔叔这个什么态度啊？
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我爸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吧。啊，没有，有的时候碰到漂亮的小姐姐，都直接跟她拍的，都直接把我绕过去。哦，喜欢叔叔这个人设。对，叔叔，你第一次啊，比如说走在大街上，在咱丹东的街头被粉丝认出来了，哟，这不是那个谁谁谁短视频当中那个老陈吗？ 对吧？哈，哎，对对，你那一刻能不能理解儿子之前所有拍摄绞尽脑汁、大费周章，他背后的良苦用心？我就想开了。孩子真的长大了，他就是拍这个短视频，第一年回来，首先给我换了一部手机。哎呀，多好！哎，我一看这孩子没白干，见点效益，还可以。嗯，现在很多粉丝吧，就是比较关注我们家庭，有时候是在一起拍摄，是妈妈也上场，对，很羡慕我们这个家庭。其实我们这个家庭真是，有一句口号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嗯，我们真的是做到了。对，尤其在2020年，就是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吧。对，都在家待着，哪也去不了。对，那段挣粉挣的也很多。呵，这小词儿啊，都是专业的词儿。啊。